小姐今天要找什么的？我要这一把，帮我包起来。这一把呢，现在原价19800，16000可不可以？我们这一把你就说16000。哎，小姐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就说16000一口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我就刷了，就16000啦。好 ，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好，来。OK， 交易成功。我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说这一把现在我们特价13000。哇啦哇啦哇啦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，我们口罩给你，怎么会这样？谢谢，快锁定香蒸粉丝团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特价下杀，不定期。